總之華山論劍，我哋各自歸去。如今三年已逝，你嘅武功同見解有何進益？既然三年之約已到，就唔好收收埋埋，有咩真功夫，即管拎出嚟啦！既然如此，我就先拋磚引玉，睇下邊個見識更勝一籌。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科技公司創新速度驚人，利潤豐厚，仲可以令到投資組合更加多元。高科技稍有變化，就可能拉低成個投資組合嘅表現。我嘅打狗跑法就唔同啦，講求靈活應變，投資香港上市嘅美國國債 ETF， 仲可以慳翻30%股息税添。咁即係你勁過我啦。晚輩認為兩位所講各有千秋。阿靜，你有咩見解呢？用預款簿就可以錢不閒置，自用生息。預款簿會將資金自動投入貨幣市場基金，每日賺取利息。就算股市突然向好，想買入股票，都可以直接動用呢啲資金搶進先機，無需額外嘅手續，方便省事。你都講得有道理，的確有資格同東邪北丐齊名。你哋講完未啊？好悶啊！快啲打啦！用而不得無禮。我煮好曬飯啦，你哋再講啲嘢就嚟凍曬啦。有嘢食，早晚唔快啲講啊！我哋而家即刻去食飯啦。好。